你对于上次小屋的感想跟这次的期待是什么？上次小屋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室在二楼，然后其实一般人很少机会发现这个地方，但因为上次小屋的关系，所以很多的人都是来这边听表演，所以感觉像一个秘密聚会。但是人来人往，就是上上下下的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，然后都很好奇，所以就度过一个就是。开心的下午，然后保持着非常的兴奋又紧张，因为紧张的是会怕会影响到邻居，但到最后还是很就是完美的落幕，然后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的就度过。接下来期待是上次的经验，希望可以让。那些听众们都喜欢上工人介绍的乐团，然后进而去喜欢他们的音乐，那再来就是喜欢我们的平安妈妈工作室的环境。这次可以借由上次的经验分享，然后找到更多的新朋友，然后看我们之前的心得、工人的心得，再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小屋计划。大家好，我是鹿皮的老板婆，鹿皮商店离中山捷运站很近哦，大家可以来玩哦。